他就一跑江湖的，牛奶便是娘，他是明星。他以前在穆子龙那吃的是什么呀？现在吃的又是什么呀？你信不信？穆子龙现在拿吧台大轿抬的回去，他都不带走的。是吗？可是军长。 您不觉得有点奇怪吗？为什么您这的情况，穆子龙都一清二楚呢？哈，是，六猴子这个人呢，他都想了，但他跟穆子龙毕竟是本家，他对穆子龙忠心耿耿。哎，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可听说了，穆子龙有好几次叫他回去，他都不肯回去，为的就是在您这儿。 穆子龙更大的帮助，哎，他就这一算命的，算的还挺准，准吗？军长，他都给您算什么了？ 他算我能当胶东王吗？那您现在是胶东王吗？我现在不是，我以后肯定是。要是军长身边有这样一号人，您放心的话，那您就留着他。 军长开心就好。各位兄弟，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三国的故事。有一句顺口溜叫"一吕二赵三点威，四筐五马六张飞，七筐八下九将围"。曹操是个老奸贼呀！真好，我们说的是第一位。 姓吕名布字凤仙，胯下驰头胭脂马，掌中一条方天画戟。此人先投了太守丁原，又拜了董卓为义父，没想到董卓死在了他的旗下，所以说人称三姓家奴。六叔，军长有请。啥事儿啊？好事儿吧？哎哎哎！ 不跟你们聊了，不跟你们唠，我见局长去了啊！回头再说。哎呦，走了走了走了！六叔，见军长给仨送星了。你可拉倒吧你呀！六叔，吃饱了，吃饱了。哎呀，有人跟我说啊，你呢是穆子龙，安插在我队伍里的内线。谁说的？ 哪个王八蛋说的？他说的。俊雄，六叔，别来无恙啊！俊雄，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跟军长这么一说，我这100多只可就交代这儿了。 志雄啊，当初你寻死寻活，可是六叔我又掐又瞒，你救过来的。这玩笑可不能这么开呀！六叔，我是不是开玩笑？你心里比我清楚。他我心里清楚什么呀？我就是一个算卦要饭的，在马军这吃的好的喝的，我能跟您比吗？您是子龙身边的左膀右臂，一转身到了马将军这儿，您是参谋长啊。 我就是想当这个内线，我也不够这资格啊。六叔这话说的可没毛病。再说了，咱俩谁是内线还不知道呢？六猴子，闭上你这臭嘴！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反咬我一口是吧？啊！ 为什么每次围剿穆子龙，他都毫发无损，全身而退？为什么每次军长优势明显就是打不下来？哎，你就是他妈因为你告的密！我他妈今天，我他妈今天我故意了，你不是你对面啊，马队长，你谁？你怎么了？
枪放下，放下。你看把这六叔给吓的，尿了，快了。你们在穆子龙那块就这样啊？啊？自家人的枪对准自家人，这可不行啊！你们两个现在都到我这儿来了，那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什么叫一家人呢？一家人就得和和气气，团结一心，一致对外。我这以后可是胶东王，是不是刘叔？那是。那我到那时候，你们俩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哈！将军英明，这上天注定了，上天注定吧。哎呀，这一天天的乱七八糟，这今天什么日子呀？看没看看呀？出来算过，顺风顺水，吉利着呢。没事是吧？没事，遇难成祥，遇难成祥。哎，没事就行。玩去吧。不量天尊，小心小人言。驻马将军万事如意，驻马将军早日中登胶东王，驻马将军早生贵子，驻马将军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我不管你们俩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我现在愿意相信你，因为你现在是我的参谋长。馬の野郎はまだ抵抗するのか。カカ、彼の武器は中京用のとてもいいものだ。全部ドイツ製のものですよ。なんだ、また中京か。はい、きっとその両方はこのまま支援して、それは戦いは大変ですよね。宋秋刚，あの奥さんは一人子供連れていて、彼女はバーセンコマの奥さんはかとか、宋秋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あのガキはいくつだ？六歳七歳くらい。都会のポーチは見えても、田舎のポーチは全然違うよ。看，太君，就在那。还冒着烟呢。走开我，放开我，两个人你干什么？
你去。三。小队长。五。六。报告大队长，有情况。什么情况？吴将军，我是前王村的，马前军的太太一直藏在我们村子里，不知道怎么回事，鬼子就知道了。今天一大早，便派人把马前军的儿子给抓走了。抓哪去了？知道吗？三足鼎立是不错，但是跟谁结盟咱们应该好好考量一下。咱们现在选择跟穆子龙结盟，可是咱们人多目标大，鬼子始终拿咱们当主要的打击目标，咱们挨打，穆子龙偷袭，嘿，到头来烟台老百姓反而说抗日的是他，这实在是不划算呐。那依你看呢？依我看，咱们不如暗中和日本人取得联系，咱们就说我们不投降，我们保持中立，咱们去引日本人去打穆子龙。军长不是总担心穆子龙会壮大自己的力量吗？咱们正好借着日本人的手把穆子龙除掉，这样咱们到头来还可以落得一坚持抗日的好名声。七进球，你什么意思？找日本人商量，那下一步是不是要当汉奸了？少爷，我这也是为了部队的利益考虑啊，这不正商量？这里是军中，没有少爷。你现在是副参谋长，我希望你尊重自己的身份。军长，咱们跟鬼子可没什么好商量的，在抗日这件事上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是文昭少爷一心抗日，旗帜可嘉，军兄自愧不如。军长，军长，出事了！啊，少爷被鬼子劫走了！啊，鬼子不知道怎么回事，知道了您太太在我们村，这一大早就把少爷给劫走了。去哪儿去了？这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去城里了。军长，赶快去集合，快快集合！是，就是，走！军长，军长，军长，这个时候更要镇定。军长，日本人把少爷劫走了，应该是想拿少爷当人质跟您谈判。您这时候硬闯，伤了少爷怎么办？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跟日本人谈判，就说我们不抗日，我们保持中立，配合鬼子。我去救我儿子，你去谈，你去谈啊！集合！军长，军兄啊，好好谈啊！他们出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只要能保证我儿子安全，啊！公开投降我都答应，啊！我懂。
弟来了，看到没？嗯。儿子。回家吧，回家，我要回家啊！冬季往后，爹爹不会再让你跟你娘还有你姐姐们离开爹爹的身边了，啊！再回家。王明，王明。那个人是你二叔，是你二叔救了你，咱们去谢谢二叔好不好？嗯，走。谢谢二叔，你是要跟爹爹一起打日本鬼子吧？来。这得问你爹爹啊。爹爹，你愿意跟二叔一起打日本鬼子吗？谢谢啊。王明，来。回家吧，谢谢二哥。三楼，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啊。心了，少爷这不是平安无事吗？可是少爷能平安回来，其实跟穆子龙没什么关系，是我到了古奇那儿，向他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我说，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合作，就必须保证少爷的安全。他们这才没敢伤害少爷。警长啊，我说什么来着？
只要我们不跟日本人合作，他们就会永远拿我们当成主要的打击对象。穆子龙在后面坐收渔利。他们都开出了什么条件？他们说希望您能够公开的归顺。他们说可以给您胶东保安救国军的总司令，整个救国军都归您一个人指挥，这不就是胶东王吗？狗屁胶东王啊，这是让我公开当汉奸呢。这个我不能答应。是军长，这汉奸不汉奸的不就是个名儿吗？这百年之后谁还记得？我祖宗记得，我的后代记得。这个不行。除了这些，他们还说什么了？是，我知道军长有民族气节，所以我提供了我们的方案。我们保持独立的立场，在日本人和共产党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然后暗中支持日本人。与其说，也可以考虑。军长，要想保全抗日的名声，又不想让共产党做大，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军长啊，这不是投降，这是曲线救国。要是军长还坚持与日本人为敌，今天发生的事儿就有可能再次发生。军长啊，有什么事儿能比军长家人的安危还重要呢？啊？志雄啊，哎，事情既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不能因为我殃及到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底线。是，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我要亲自进去这个古迹，我亲自跟他谈。是，古迹知道了你要亲自过去，非常重视。他说，他要亲自到城门口来欢迎你。这种事情怎么能大张旗鼓的？不是说跟他秘密见面吗？军长，您听我说完呢。我向古奇传达了您的意思，古奇表示非常尊重，所以我们将见面的地点改在了大江家，而且古奇还说他自己要化好妆来见您。你看，人家想得多周到啊。孙子，你就别去了，你留下来。周参谋长回来了，你就跟他说，我下部队视察去了。军长，是。军长，怎么了？周参谋说，让你马上去太太那儿一趟。我太太怎么了？大哥，你嫂子怎么了？大哥，
是给你嫂子烧锅热水，我要给她好好擦一擦。孩子、妻子，是一个中国男人最看重的三个人。绑架他的母亲和孩子，有可能逼他就范；但是，侮辱他的妻子，恐怕只会把他逼得跟您势不两立。말만나니이딴데，你什么意思啊？看来这次没法合作了。아이쪽들들거이하이거대이가나바센코만이伝えてくれ대개의것도한코스나你转告马先驹，合作的事儿绝对不可以反悔。是。军长，太太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军长节哀顺变，你去哪儿了？我去见顾琦了。我太太被日本人糟蹋了，死了，你还去见他？军长，我去向顾琦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表示了强烈的愤慨。顾琦当场就把那几个人叫来，直接处死了。军长，这话要说回来了，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伤心了，咱们还是考虑活人的事要紧。军长，成大事者要忍常人之不能忍呐。你老婆要被人强奸了，你能忍吗？忍不了。可是军长，男人要以大局为重啊。是啊。千军，从今天起坚决抗日，我打不败日本鬼子，我的儿子马望民接着替我打，就这样世世代代的打下去，不把日本鬼子打败，我马千军
誓不为人。儿子，不要忘了，你的母亲是怎么死的？爹爹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你们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坚决抗日，抗战到底。坚决抗日。二哥，我在大哥身边这么多年，他之前对于抗日的确是有意的，但这次真的不一样，他是真心与你们联手抗日到底的。你再相信他一回好吗？希望他能说到做到。二哥，咱们三兄弟就真的没有机会坐在一张桌子上再喝一次酒吗？有。等抗战胜利，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咱们三个坐到一块儿喝庆功酒。好。前方阵地，请求指示。我是马先军。指挥部，指挥部，鬼子跑，我太饿了，先求支援，先求支援。方师长，第一师正在赶来的路上，我现在要求你必须给我顶住了。是。杨副官，到，带上你的预备团，去支援三团阵地。是。刘副官，到，带上你的预备团，去给他们支援。是。锦昭，这两个点，对，他们走了，你们来顶上。是啊。你的部队必须给我起到组织作用，让你的人必须定在这个阵地上。如果这个阵地走了，如果你就完蛋了，明白了吗？警察，对方火力太猛了，弟兄们实在顶不住了。我看，咱们还是保存。你把嘴给我闭上！你再敢给我动摇军心，我先一枪打死你！滚！是。局长。二哥的纵援部队到了，到了，到了！好啊，好啊，果然是大战亲兄弟。打！给我狠狠的打！援兵到了！局长，二哥的部队从这边跑过来，我们阵地这是鬼子的位置。子龙兄弟。
近来可安好？提起笔，却不知从何说起。最近，我经常做梦，梦见我、你，还有文昭，我们三个并肩，跟日本人打仗。而做指挥官的，还是我们的大哥穆军长。每次我都会被惊醒。我知道二弟你一直为穆军长的事情在怪我，我也非常自责。我想，如果当年穆军长去南京时，我阻拦他的决心再坚定一些，也许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可这世上啊，没有后悔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有很多选择，但人算不如天算呐。我这辈子有很多事情都稀里糊涂的，没想明白。但我现在想明白了一件事儿，拼了。跟日本鬼子拼了，哪怕我死了，但是我的血依然流淌在你的身体里。子龙啊，我们是亲兄弟，兄千钧。大哥，我们上次商量好的事，我全部交代向你办好了。大哥，我们这样下去不行啊，再这样下去绝对是黄泥巴滚裤裆，不是死也死了。该做的决定了。兄弟们做事麻利点，快点。齐参谋长。周参谋长，军雄，有时间吗？少爷，您叫我过来，肯定是有什么话想单独跟我说吧？你说吧。您要是没什么想跟我说的，那您听巨雄跟您说两句。少爷，我还是喜欢叫您少爷。我从小没什么朋友，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甚至一直都把你当成我的亲兄弟，直到考上大学那天，姥爷那句话把我骂醒了。他说：“一个下人有什么资格上大学？”我是个下人。你知道这种感觉像什么吗？就像是一只蚯蚓在泥土里拼命地往上爬呀爬呀，好不容易见着脸了，一脚就被踩回泥土里了。老爷和少爷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我特别感激，但是我更恨你们。今天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一步一步往上爬，我又见着亮了。少爷，您今天又要把我踩下去，
可以。可能我戚继雄的命就是这样的吧。少爷，动手吧。